我愿意代替他，跟你走。 庄家和蓝海一星这种极端风险、极端利益的地方，会有无数只眼睛紧盯着你。如果你不小心露出一丁点的破绽，被别有用心的人看穿了你的身份，等待着你和我的，没有生，只有死。听懂了吗？ 那你的目的又是什么？做好你该做的，不要问不该知道的事情。这是他曾经生活的地方，他的人生。我真的能完全变成他吗？真的能帮他把一切都夺回来？ 我有没有告诉你，一旦进了庄家，你就要把自己全部丢掉。如果你不成为真正的庄心妍，那些盯紧你的人会看穿你的一切。想死吗？还是说你想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？不是，刚刚是他突然之间叫我的名字，我在庄家没有人给你犯错的机会。你的一个不小心，会用成千上万的小心去弥补。 如果不想过几天为自己收尸的话，最好记清楚我的话。进了这里，你只能是庄心妍，你也必须是庄心妍。回答我。 严星城，那你又是什么人？你真的是庄心妍的未婚夫吗？你把我带回来，逼我变成庄心妍，你的目的又是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其实你和其他人一样吧，你把庄心妍的眼睛给我，逼我变成她，并不是因为你有多爱她。 你就是想得到庄家的一切，只要我变成了真正的庄心妍，成为蓝海唯一的继承人，然后和你结婚，那到时候庄家和蓝海的一切都是你的了。干嘛？我欠他的眼睛。
你拿回去，拿回去！你告诉我怎么拿回去？是你让他死而复生吗？还是你现在就去替他死？ 知道这么危险，你又为什么要来？为了毁掉庄家。你走了，没有人能拿回股份，也没有人能够成为蓝海一星真正的主人。既然我不能替心妍完成他的心愿，那我就替他毁了这一切。严星城，可你呢？忘了我和你说的话了吗？ 这不是你该回来的地方，严星城，你到底是谁？我是这个世界上最爱庄心妍的人。为了他，我可以放弃一切，也可以毁了一切。我就是要帮他把该拿的拿到。如果拿不到，那我就把庄家和蓝海全毁了。 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，为了心妍，我都会去。